Hi guys, my name's Vincent, this is Caleb, welcome to 8 Hatherley Avenue, Hyde Park. Tasha Elin, Washu KK, Huang Ning, Daja.富人区 King William Road 旁边，我们在 High Park 这里的一套房子。 High Park 是一个只有方圆一公里左右的这么一个区，那么它得名的由来是源于英国的这个叫海德公园的这么一个公园，源于这个名字。 High Park 的均价，像现在均价是113万澳币，平均水平。南澳洲阿德莱德的房价的均价是什么呢？大约是50到55万左右。所以这个区到底有多好，有多富，学区有多好，不用我多说，大家自己就能知道。好，接下来带大家到里边去看一下。好，这就是我们的厨房，我们的厨漂亮，哎，算漂亮，漂亮，就是漂亮，对，他漂亮，漂亮，你就算了，你就算了，你就算了。Mandarin 普通话和 Mandarin 和橘子是一个词儿。漂亮，对对，你不要在这算了，臭美的要死。行了，我们的前院有一个非常好看的一个复古的古香古色的一个小花园，大家会在视频里面看到。我特别喜欢这种有复古风的小花园，这就是我们的厨房。一个厨房是所有房子的最关键的部位。那么我们这个厨房呢，虽然不是全新的，但是呢，大家也依然可以在这个厨房里面找到你所需要的所有的东西。比如说，我们有煤气炉，有烛，有。有煤气炉，有足够的储物空间。我们的烤箱是一个新的，而且桌面也非常的宽敞。在厨房的正前方，好甜啊！这个厨房的正前方是一个小餐厅。那么厨，厨房的正前方是一个小餐厅。那么从餐厅可以经过一个大玻璃窗看到这个后院。我们的这个土地面积，我跟大家讲过，有409平，所以面积还是不小的哦。好，这就是我们的厨房。接下来带大家看看两间卧室和我们的客厅。一进我们的正门，左侧就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客厅。这种1950年代最后一款复古的房子，它还保留了一些复古的风格，比如说壁炉，比如说它的墙是弯曲的。这种房子的建筑风格非常的有特色，我特别喜欢，尤其是在走廊，让我感觉像宾馆一样。哦，对了，很重要的是这个房子是双砖墙。好，沿着走廊一直往前走，就会看见两间卧室。每间卧室都有自己独立的这个嵌入式的衣柜，然后两间卧室当然也是双砖的，而且非常非常的宽敞。进入我们的洗手间，这个房子有一个卫生间加两个厕所，一个厕所在室外，一个厕所在室内，这样子会方便日常生活，不会在早上起来的时候打架抢厕所。来到我们的室外，我们的室外的空间足够让您种一些花花草草，养一些猫猫狗狗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土地的面积毕竟还不算小。那么当然了，如果在未来您说想把这个房子从两个卧室增加到三个卧室，想加盖一些东西，后院的空间也足够让您去加盖。好，这就是我们要带大家看的房子，8号 Hatherley Avenue High Park。啊，这个房子，咖啡，等会儿结束了，我们去喝啊。这个好学区，好位置，好房子，不用多说，你们自己上面来看看，看看你们喜不喜欢。High Park 的均价113万，你等会儿，均价就是113万，但是我们这套房子远远低于均价，所以说想进好区吗？过来看看吧。我是王一林，这是老 K， 咱们下次再见。再见。